在车上上演连珠炮猛攻，女子大声嚷嚷，脚被踢到，要旁边女子拿出卫生纸帮她擦干净。撞到我的脚，你卫生纸拿来，你这个太人跟你不正常，怕你脚不要撞到我的脚。还以为自己听错，女乘客万万没想到，这都什么年代了，竟然还有当丫鬟递纸擦脚，忍不住开腔回击。 冲突纠纷就在台北信义区六一二路公车上，二十九号下午，女乘客搭车更换座位时，疑似踢到女子的脚，没想到立刻遭对方狂飙，双方爆发口角，吵了起来，连目击乘客都看傻眼。就总算好像真的不小心碰到她脚，然后她说我现在脚伤掉了，你拿卫生纸给我擦，卫生纸给我拿来。 很夸张，反正就是乱骂。不小心发生碰撞，女子就气得跳脚大骂，最后司机看不下去，出声劝阻，两人陆续下车才结束这场闹剧。记者杨忠胜、张贝子采访报道。